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加入的高鑫。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我们船上的磁螺精。磁螺精是什么呢？大家有没有上过童军课？童军课的时候，我们有教罗盘，正北方就是零度，然后往东就是加一度，往西就是减一度，总共是360度。OK， 所以当我们决定了我们今天要去哪里之后，我们就会设定航线。航线是什么呢？航线就是我们要走几度角的角度，可以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到我们想去的地方。OK， 然后当我们设定好了之后，船在开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我们船上的磁螺精有没有跟我们当初设定的航向相同，就可以知道我们有没有走在正确的位置上。因为大海就是一片像沙漠一样的蓝色水域，你根本不知道东西南北哪里。一定要透过磁螺精才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在正确的航线上面。OK， 好，看。